现出问题，可以使用土鸡还是乌骨鸡来调理身体？乌骨鸡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相较之下，乌骨鸡是营养价值高一点。那呢，鸡对肾上腺都有帮助哦。鸡对肾上腺都有帮助，因为鸡会有那种比较多的那种蛋白质跟睾固酮，然后对男生都有帮助。只是不知道土鸡跟乌骨鸡还有差别。哎，请揭晓。哎呦！